本期讲解一个趋势应用程序加拼多多无脑搬砖的项目啊，单号日入1000啊，保姆级的教程可放大批量操作啊，赚的钱更多。这个小白也能靠操作这个趋势应用程序无脑操作搬运啊，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的短视频进行掘金，微绿色项目啊。课程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变现方式、实操流程1、2、3，还有项目的注意事项，都详细的讲解。6节视频课，还有收益图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收益图是非常猛的，带货收入1.53万，啊，大家看看9000多，3天的数据，啊，收入10000多，啊，4000多，还是非常好的，多少操作效果更好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趋势应用小程序，或者是拼多多无脑搬砖，啊，或者是拼多多无脑搬砖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